当下顶一项搁一项的这好料，这是国华优爱商圈的这名店甲名单的招牌美食，若是要一遍全部食够够，可能要用真久的时间。为了让游客会当一遍将商圈美食食好透，同时宣传台南的观光，国华优爱街区的商圈发展协会特别要举办着国华商王宴名单来出彩美食盛宴活动。昨日咧前一天吼，我就无跋杯吼，前一天的时阵吼来办的这双王宴。主要是我们就是用国外友爱街区商圈里面的寿司啦、啊，啊，够特别要介绍的，用沙卡利巴来的美食哈。这回双宴是以南关山来出名的中埔西后红西的团队负责操办，接下来相关的美食店家物件款出一道菜，以主办单位特别到市府来举行宣传记者会，市长嘛专程出席来赞声，呼吁全国好朋友赶紧来订的，绝对是胜的好，搁会当满载而归。我们在9月29日举办国华友爱商圈松王宴，这个部分可以大家看到，我在前面几乎讲不大下去了，因为可以前面这么多的美食当前哦，真能不心动？那限量36桌，商圈理事长、代理事长把它集结起来，成为一个一次可以看光吃光的松王宴，那就在松王树老树底下。来举办这个松王宴，我相信一定是盛况空前、精彩可期，欢迎大家预定从速哦。伊松王宴不但会当一个国华以外相关的经典美食，食到的人个当有伴手来甲参加抽奖，上大奖是电动机车。不过员工受限着场地，桌声只有36桌桌，想要品尝相关美食，朋友都要把握机会。南天新闻台以下的人采访报道。